破不了，他那个不回。那个还是 Eddie。怎么了？怎么还有啊？大龙，我怎么打输了？艾迪，近点，他救人。三只。里面三个人哦，全部起来了。买蘑菇好像会算，那我等下买。等下钱太多就全部买，全部买买蘑菇。角落蘑菇，躲在市场的角落蘑菇。恐龙，不是我统帅你买的啦。嗯？对面有恐龙没？对面怎么才钻山？不是吧？对面不会是外挂吧？哎、欸，恐龙哎、欸。爸爸，魔晶啊，你不想讲？恐龙哎、欸，龙。哇，我就也有。我不要把你打开了，我。左边偷打我啦！哎、欸，被倒了！九！你们左边会有人哦。有可爱的我。爸爸。还有啦。对呀、啊，救了他，救我，救我，救救我！龙龙左边会有人，救我！宝贝、欸、往那边爬干嘛？我不是说那个上面有人。我想说龙可以救我啊。没有。Triple kill。没有东西可以补血，他们多穷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想不相信我的 A 弹？相信啊。相信有很好的。为什么你钱那么多？不知道。坏了吗？可能是我的发大财吧。坏了吗？还管你是的。痛！爸爸，你为什么跑外面？一鸟人啊！好啊，都针对我啊！没有，你往那里跑干嘛、啊？蘑菇而已，没有你那空地板就不能去啊！我刚刚加凝胶了啊，然后我还没加手就白了。那个 AD 感觉都不像真的凝胶。不同人来喽！哦呦，喂！龙驹他。什么鬼？喂。妈，烂游戏。龙龙是几号啊？三号。哎，五百。原本想要帮龙龙，只是看到龙龙买五百就算了。哎，凤凰战队的女性是不是偏少啊？少了吧？不知道哎。没有再打一。进战队我也不会问他是男的还是女的、啊。好，哇，炸那么多人！快挂嘞！干，他干嘛加那么高啦？前面打一个。哎，那凝胶他救啊，爸爸左边。凝胶帮你们破。破不了，他那个不回。那个还是 Eddie。恐龙就怎么了？怎么还有啊？大龙，我怎么打输了 ？Eddie， 近点，他救人。三只。里面三个人哦，全部起来了。出来没？你往绿屋跑、哦。
哎，AD 今天有人，宝物有人哦。对，丢雷。妈智障，还会加赌罗回来的。他跑到旁边木屋了，那是小屋啦。那个位了，我只是跳起来就被狙了。有他狙哦，那个绿屋。没事没事。蓝白围栏有一个。他狙没有我强。他那个奶狙也是打蓝白哦，坏了啊。大开眼界了吗？我不相信我自己。我没有不相信啊。凤凰。起火啦！快点啊，狙击大神！上线了！狙击大神，快点！谁下啦？狙击大神！狙击大神！啊，四把狙击，棒啊！我原本想要玩双狙，我看爸爸玩双狙了。开玩笑，我双狙超恶的，好不好？丢了一把，敌人说丢了。为什么每次都要交打野？明明我就没有真的事啊！龙有在踩空投，龙那么凶。干嘛啦？欠你钱哦。远处那里好像有人哦。冷静点。是啊。捧我打。是啊。欠你钱是不是？欠你钱是怎样？哎，你要借买香菇。没有，最近在练狙击。最近在问这到底要怎么玩？哎、欸，木屋有人，打。我来，让我搜一下，要这样。First blood。看会不会丢脸啊？好，加油。太快了吧。Triple kill。结束。我换个，我转二了。AD不要生气。